有一件事情你犯了最大的错误，是我们的人怎么可以让你随便乱摸呢？是敬老尊钱的人哦，连我都忍不住，已经录两集了呢，他还在讲摩托车不要乱摸。你来致敬，你就纯致敬就好，你不用用歌什么要来致敬。时间不用，好吧？我跟他们讲，时间够长。好，谢谢董事长今天来啊，因为时间够长，你们下次不用录了，下次下次下次再录，下次好吧？大家对对对，不要了，哎，好，真的不用了。难得来，难得来，制作单位拜托一下，把我刚刚那段统统卡掉，不可不可能，那重生，哎，不不不，唱一首我喜欢的歌曲。我一定要看看你到底唱过什么歌，我很好奇。哎呦，哇，张帝大哥一辈子唱别人的歌，然后大家都忘了这么红的歌。我可以让你跟他靠近的说，是哪一首？而且我必须要跟你说，张帝大哥，你的歌，我每一首都会。哎呦，可以考，可以考，直接考。神仙老虎狗，这不可能不会的嘛，这个。怎麼对不对？不会，马上不会了。突然，神仙老虎那个最红的综艺节目啊！对对对对对，怎么唱？人家是神仙老虎狗，对呀、啊，我们是神仙老虎狗，人家是圣诞寂寞丑，我们是神仙老虎。对你刚才唱的，是圣诞寂寞丑，我们是神仙老虎狗，是不是？是鱼有大肉。我们是青菜和土豆，对呀、啊、呀呀呀呀呀呀，我是神仙，呀呀呀呀呀呀，我是老虎，呀呀呀呀呀呀，我是狗，看到没有，他就是狗，就唱最后一句，我是狗，也就唱了。你要唱哪首讲？我唱那个亲爱的芭比多，亲爱的芭比多，会了、哦，我最亲爱的芭比多，就简单的滴答蛋，哎呦，对不对？我是音乐人呐、啊，什么滴答蛋？这个歌是翻唱歌曲，是英文的，原文非常好听，而且是张帝大哥第六还是第七张专辑唱片。来来来，唱。唱唱唱唱唱，好不好？回答我，这个对不对？我根本不理你，他也忘了，我根本不理你。带来这一首《亲爱的芭比多》。跟着我的摩托车，摩托车，摩托车。张帝独具特色的表演方式，就是边唱歌边搞笑。与张奎联手唱的《亲爱的芭比多》，可是逗得大家笑呵呵呢。唐崇盛会如何致敬这首歌呢？别看我的车子破，不要碰到警察，不要发生车祸。阿弥陀。
小心小心。对呀、啊，刚跳上去我都怕你撞到，你知道吗？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哇，太好太好。太辣了吧，两位。这一套哪里买的？我可以再买一套啊。你买一套干嘛？谢谢，给我们画面带来好舒服啊。张大哥好开心啊！不然要不然看鬼唱歌已经够痛苦了。对，大哥大哥大哥，哎，真的很棒。只有张帝大哥在看我唱，你看，是他们都在看他哦，没有，他是耳朵在听你的歌，但眼睛是在看他，还可以吗？因为你唱歌太好了，对对对对对，所以这条歌啊，你没有办法唱好哦啊，要唱得烂才有办法唱好，因为这首歌哦，要像我唱得很烂，哎呦，哎，才能够唱。张帝大哥唱歌怎么会烂呢？真的，给我刚刚的音乐，那伴舞的需要吗？看看我的摩托车，哎呦，好柔软啊！大黑眼多，大黑眼多，前面没有拍照，后面没有刹车，摩哈哈多。啊，别看我的车子破，哎呦，耍！哇，掌声鼓励！哎呦，从小我们就是看张帝大哥这套表演，对，为什么？谢谢谢，因为。要轻点哆嗦啊啊！要点，我们要的不是让观众听得多好听的歌，要观众看到我们有多可爱。哎呦，学到一点，对嘛？每一个人选择的擅长的都不一样，我们擅长的就是音乐，还带给大家欢乐，而且我告诉你，是我们做一个演员，我们要有大的观众，增加这两个舞蹈。就增加这两个关舞蹈，舞蹈是有一件事情，你犯了最大的错误。大哥，请明示，不能停，赶快上车。哎，对，在我的后面坐，在我后面坐，是不是？对，是是是。啊，抱紧我的腰，抱紧我的腰。你怎么唱的？你可以随便摸，对，不可以。哎，抱紧我的腰，你不要乱七八糟摸。哦，还要哆嗦一下啊？是，你不要乱七八糟摸。我们的人怎么可以让你随便乱摸呢？又不是宪哥，对不对？是，哎，刚刚大哥一下台就问，哎，中线会不会太长？会不会太长？我现在正式跟你说，真的太长。再见。对，我是敬老赚钱的人哦，连我都忍不住，已经录两集了呢。单单张帝一个人录已经录两集哦，他还在讲摩托车不要乱泼。公生起回来哈，我们就是婆俩，对不起，拉起来，大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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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大